3年没吃了，超期待。走起。那你都吃什么面？正常。我都吃正常。好，去吃吧。OK。哇，以前都要排超久，现在直接走进来就有位置了，会不会是他退步了呢？有点担心。跟大家说说你第一次吃阿芙丽的心得吧。嗯，很清爽，然后蛮特别的，因为之前吃过的没有那样柚子的味道。很清爽，很适合当做第一餐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继续了。好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不是够吗？为什么是吃？观光客来涩谷都拍忠犬小八，我们拍忠犬小八。然后你说这一次我们唯一买得起的东西，来看一下价格，550，大概台币120几块。哇，好可以买哦，可以买哈，可爱。就买了这个，今天就不能再花钱了。好。小铃铛，我不要放大灯，我要时间暂停器。来，我再比个赞。打开，是便条纸，很贵哈。哎，好像你可以把它当成名片夹哎。太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一瞬间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臭宅。但也许你们会很有共同的话题，也说不定。你知道超梦吗？知道啊。你要说你小时候有看过啊？我小时候有看过啊。我刚刚拿哆啦 A 梦。好长的皮卡丘。你再看。
他是做什么的？铅笔盒啊。你别知道了。大绝招，然后好溜片哦。安德烈马赫。错的是，那个店员会一直主动问你要不要再加，一直问他加、嗯，所以你也不用害羞，不好意思跟他要。从进来到现在，嘴巴一直没有停过，一直在嚼，一直在嚼，一直在嚼。那是因为有人弄给你吃啊？啊，对啊，不然带来干嘛？日语教学时间。你用蛇要怎么讲呢？就是跟他说，烫，他就拿牛舌给你的。我们来试看看这招会不会成功。烫，烫是不是还有个什么来着？烫。